今天来聊聊 Kimoji， 人们会去做许多事情，就是求一个 Kimoji 送而已啦。欢迎收看汤姆聊天室。之前有提到上天，上天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人类。上天创造的万物和万灵，即所谓的物质和能量，能量聚集成为了原子、量子，原子聚集而成为了物质元素，各种物质聚集而成为了万物，万物附上了量子能量，就产生了生命。有了生命之后，开始进化成为有思想的人类。创造人类的目的，就是要回归到创造者想要达成的目的。上天创造人类的目的，不是金钱、爱情、健康、长寿，而是提摩吉颂，就是自我感觉良好、心安理得的善德氛围。乞丐乞讨、清道夫扫地、母亲照顾子女、父亲工作赚钱、小孩认真读书、年轻人聚餐联谊、信徒绕境祈福、医生救治伤患、军警保卫乡土、坏人打家劫舍、赌徒熬夜拼赌，不管是对是错、是好是坏，都是想得到一个自我感觉良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，有人出生来报恩，有人出生来报仇，报完仇了，死了也甘愿了，怎么会有错呢？有人为了坚持报仇而一生努力，有人为了报恩也努力了一生了呀。所以我不喜欢谈事情的是非对错，因为都有第三种选择，就是 Kimoji， 凭感觉，透过感觉来决定对错的占比权重。例如沉迷赌博是不对的，但偶尔买买彩券却是可以的，这就是你的 Kimoji 送。你会去做的事情，是因为你的身心灵都送而已。上天为了让万物万灵都能够自我感觉良好，于是与时俱进，提供了许多新科技、文化、宗教、经典等等，也提供了许多陷阱、困难、阻碍、诱惑的项目，让万物万灵随着万事的变化而变化，满足了各种需求。在各种变化中，让每个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Kimoji 送的方式。当大家都随着各自的想法而感觉良好时，上天才能进行分类，分出优劣至于高低，再透过分类来评判升级还是重考。大部分人类躯体灭亡了，灵魂仍然可以重新投胎。不只是人类有感觉，万物皆有情，植物动物也有感觉，也会趋向感觉良好的环境生活下去。既然大家都是为了 Kimoji 送，那么请先放过自己吧，别再为了别人的事把自己心情搞得不好。为自己而活没什么不好，为别人而活也没什么不好，只要自己感觉良好即可。至于违法犯纪得罪别人的人，也许就是想要看到别人生气，看到警察忙得晕头转向而已。道德和法律是人类创造出来的，并不是上天创造的，所以有些人是不在意的。别人感觉好不好，你并不用去在意，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感觉良好，这才比较实在。一杯热茶，一台电脑，我在汤姆聊天室当中自我感觉良好。以上只是本人的体会，纯聊天没根据，仅供参考，期待再相会，拜拜。这次看着稿念，感觉录起来比较快一点。